车骑半个小时，骑三个小时哦，骑到南通。找妹子吃饭有看点啊。那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我也没安排剧本啊。去泡妹子吧。我也想啊。那没有妹子，光是些大妈哦。这他妈一堆一堆的大妈哦。我也想啊，一堆一堆的大妈啊，啊，奶奶几天？我操，奶奶是处男啊，大妈也行，可以办活。你看，这都是女的啊。是你这样守株待兔怎么行？请对面大妈吃个饭哦。吃啥呀？对面大妈又能吃啥？请对面大妈吃个饭哦。他能吃啥呀？走吧，回到南通嘛，走吧。这是什么车站？说不上车。梦赛站。南通有啥好玩的？还是南八好玩啊？这里有啥好玩的？我老公哥这里有啥好玩的？老外人坐高铁也上档次了，拿个皮箱子。这皮箱子一看就是刚刚买的，高高兴兴的坐高铁，上档次啊！去拿个包符合他们的身份，就拿个这种箱子。火车还是汽车？高铁，大哥，没有火车啊，这里只有高铁哦。